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收看飆股探長，第一时间把握第一飆股。好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有没有很高兴啊？好，看到大盘大起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呦，怎么涨这么快？”探长每天早盘就跟你讲：“做多，做多，做多，免惊，免惊，免惊。”恭喜啊！我真的不大爱讲话。探长跟你讲过，我真的是宅男，不大喜欢讲话。哦，一条吐司可以吃一天不出门。为什么？在家做功课。哦，所以探长跟你看的不只是台北的股市，跟你看的是国际的局势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已经看到大盘涨了80点了啦。哦，速度太快。探怎么跟你讲的？量小好做价，量小好拉抬，就好像一个很轻的人，一个啥，一个较瘦的人，是吧？稍微一拉一下就什么就起来了。但是如果一个很重的人，一定要摸不起来呢，是不是这种逻辑？所以你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开盘就直接什么开高走高，你会觉得很惊讶，但是探长一点都不惊讶，因为量小好拉抬，量小好做价，量小的时候你去放空，反而什么，你被嘎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昨天前天，哦，上个礼拜中长黑，不管你放在什么地方，今天都已经什么啊哇哇叫了，还没出来。哦，所以探长为什么在节目上苦口婆心，有嘴讲阿无乱，叫你卖去放空。探长跟你讲过，探长不是不会放空。2008年跟探长放空散装航运、钢铁股的，哦，大力光、宏达电，对不？2008年跟探长放空这个太阳能的都很清楚。探长不是不要放空，只是现在呢，时机未到。该放空的情况，跟你讲，对，我们不会跟他客气的。但现在局势很清楚，探长跟你讲过的话都一一验证了，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包括9月23号，探长跟你预告小道琼期指出现跳空缺口，探长跟你预告哦，我跟你讲不是代表股市哦，跟你预测哦，直接跟你预测美国股市为什么？因为债券问题呈现震荡整理格局哦。探长跟你预告的不是台北股市呢，跟预告台北，跟你预告的是道琼呢。道琼是什么？全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呢，对不对？但是探长跟你讲说24号的黄金没有大涨，代表什么？没有避险的买盘，代表那不用怕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探长在传真稿写得很清楚，26号的传真稿，对不？你讲他拜喜一天大热99点，探长还是告诉你怎样？台北股市啊拉回不要怕，是不？大热99点，开尾100点，上敢叫你买股票的，上敢叫你卖惊的，足多人叫你放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可惜，很多人没有做到股票。他只是告诉你，生阳科可以买。9月26号的传真稿，别做下好棋，哦。所以真的探长真的不大喜欢讲话了哈，因为探长股票会帮我讲话，那，桃李不言，下至成蹊。对不？数字会讲话，台北股市也会讲话，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的话，哦，所以整个趋势很清楚，他想跟你讲话都验证了。你看，哦，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标题。好，他想跟你讲，美国预算僵局拖延，政府业务部分停摆，但是他想跟你特别强调，这边有没有？国际股市的投资人的心理已经逐步恢复理性，当然已经恢复理性啊，那你有没有恢复理性呢？当然，这金融市场就是这样，理性与感性嘛。好，有一本小说叫《理性与感性》，但是呢，当你的感性战胜理性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失算，因为你的情绪啊，没办法控制你的手啦。该你应该控制你的手去做多，但是呢，你的情绪呢叫你去做空，这是你的情绪已经驾驭到你的理性的时候，哦，所以探长为什么要苦口婆心跟你讲一些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哦，这个
包括黄金，对不对？哎，十月二号早盘还跟你讲黄金这种跌法，没有什么避险的买盘，对不？探长马跟你讲，对不？高位三十号礼拜一跟你讲大盘震荡不要怕，是不是？那你现在呢？哦，探长还跟你讲说你要看懂美国公债，三十年期公债的 duration 存续期间比较长，它的敏感性比较大，连美国公债大家都不担心的。你如果担心美国倒债，那你还敢去买美国公债吗？你反而你朋友开的票是怎样？芭乐票，芭乐票哦。你担心你朋友、你的下游厂商也好，你担心你的债务人是什么？是开的是芭乐票，你还敢收他的票吗？而不是塔克帕伊哥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种全世界央行，对不对？全世界大型的基金经理人在买的东西，告示的探长一些蛛丝马迹。探长从美国公债的，哎，从130块美元附近涨到134块，我跟你断定说什么？美债不会有问题，所以打把高息利没还了，对不对？探长跟你讲说很可惜，大部分都说什么啊？立足台湾，胸怀大陆，然后放眼全球，但是拢是公共的娘娘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地球村的时代已经来临了，但是呢，哎，讲是讲，做是做，讲也跟做也无关系。对吧？就很可惜，就很可惜，我只能说可惜啦，我只能说可惜。所以你会发现探长讲的话连彭总裁都认同了哦，有没有？彭总裁说什么？不买美债要买什么啦？彭总裁不怕白宫在熄灯啦，美债仍是外汇存底的首选啊。彭总裁都不怕美债，不然你怕啥？是不是？探长有先跟你讲无？高伟30号跟你讲哦，9月30号礼拜一早盘就跟你讲，美国公债还在走强，说很有趣啊，真的很有趣。所以你看台北股市大涨的话，你很惊讶哈，但是探长的会员朋友一点都不惊讶，因为探长在传讯稿里面写得很清楚哦。但是探长秉持一个原则，我们还是要谦卑哦。什么叫谦卑？就是已经看到大盘涨，其实我们觉得赚钱是。我们赚钱是因为别人犯很多错，好，我们赚钱是因为别人犯很多错，所以我们要谦卑。我们赚钱是因为别人什么去放空，别人去卖股票的时候我们捡到便宜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好，所以这是探着一贯的立场，所以我不会跟你说我多准啊，没啦，我没跟你讲我多准，但是我是拿证据给你看，探长就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，直接证据摆在你眼前，让你自己去判断。探长的工作就是分析给你听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同探长的一个解盘的方式，这么多会员朋友会认同探长一个操作的逻辑？因为我们要理性战胜你的感性。但是探长也不是一个没有感性的人，恭喜探长今天回熊干皮啊，收回会员兵乐机器，就是因为会员朋友你的支持，观众朋友你的支持，探长才有本事坐在这边，才有机会坐在这里。好，那探长帮你赚钱是什么？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因为你给他支持，你给他收听，所以我想办法给你赚钱，对吧？想办法叫你卖黑白股票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台北股市这种涨法，你看直接拉上来，很多人就什么堆心瓜啦。我只能开玩笑说什么，很多人是心脏病可能要发作了，怎么涨这么快啊？那期货更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用去花很多时间去讲期货，他才跟你讲就讲了。大盘只有两条路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做笔记的，你是吧？把写看笔记拿出来看一下。他想跟你讲，大盘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路就是什么？直接带量冲。一条路叫什么？用量缩的方式震荡走高。所以不管走哪条路是什么，就是冲，就是走高。包括他想在盘后的网络上的节目也是这样跟你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哎呦，金价金价啊，那起价金，一旦补量的时候，它就冲很快的，让你措手不及。对不对？所以探长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讲大盘，跟你讲国际趋势，跟你讲黄金，跟你讲美国公债，跟你说啊，央行在做什么，跟你说大型的基金经理在做什么，是希望你啊、你的理性战胜你的感性啊、那如果你有听清楚，恭喜你，因为这个大方向你有抓懂的话啊、你听懂的话，你抓到这个美感的话，做股票很简单。我只能跟你说，做股票真的很简单啊、我们不比黄金啊，比外汇那些都简单多了，对不对？
啊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探长是有证据的，对不对？探长给你的中秋好礼，南仁府有没有让你赚钱？中华有没有让你赚钱？探长给你的中秋好礼，义行也没有让你赚钱。BDI 只是探长在节目上讲多久？探长给你的洋字有没有让你赚钱？对吧？中秋好礼给你的华城有没有让你赚钱？对吧？中秋好礼给你什么？京城有没有让你大赚？刚才看这部了啊、哦，刚才看这部提资料了啊，都让赚钱啊！感谢你的支持啊、哦，感谢你的支持啊、哦！那因为很多这个观众朋友或者是说新的会员朋友啊、哦，都不了解探长以前的操作，所以探长呢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很多人不认识我啊、哦？那是因为探长休息了两年呐、啊，歇困两年外，他被杀你。那为什么探长要休息这么久？因为啊、哦、健康的因素啊、哦，探长这几年也是想很多事情。啊，财富才是最大的，是吗？这个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啦。所以探长为什么强调会员朋友你不要怕啊？因为探长见过大风大浪，哦，国际局势变化其实什么无穷，但是呢是有蛛丝马迹的。你不要为了什么这个短线的震荡把你的身体搞坏了，啊，因为探长曾经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，我知道那个身体搞坏的那个什么那个后果是怎样子，对吧？隔黑啊。肝嘛不好，然后呢，心中嘛不太强，对不对？做股票不用那么累，做股票真的不用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你跟探长操作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当初哦，九月底有进来索取十月新主流的股票，是告诉你复制台行跟承德的故事，有无？对吧？探长嘛跟你讲，生技股还没有死。对吧？你不要以为它不涨了，它就已经挂了，对吧？人家休息，你不能什么一竿子打翻一条船。是探长是不是告诉你，如果1701的葡萄网先休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葡萄网先休息的时候，不代表其他不会动。葡萄网在休息的时候，1720的升达在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葡萄网在休息的时候，4123的承德在涨，是不是？探长在节目上公开跟你分析的，那承德最近在什么震荡，对不对？你发现中长黑你就以为它挂了吗？探长最喜欢分析中长黑，对不对？探长跟你讲，有些股票在休息，代表其他股票会动。你看4104的加一，是节目上他跟你讲的，加一就直接喷上来了。你在等拉回吗？你看它就不拉回。4109的，哎，这个佳节是不是直接飙上来了？不不，这个生技族群它本身在什么类，在这个类股里面什么个股在动来动去。你不要，人家还没有死，你不要宣判他死刑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你讲过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告诉你，十月的生技呢还是有行情，不不，探长给你的资料不是那一大篇呢，探长给你的资料刚两支啦，探长给你资料两只股票啦。探长给你资料不会说像人家说写了一大篇 A4 纸这样写满写满满啊，大家讲的都有啊，老公有去的拿起来讲，没去的不能讲，那不是我的作风，对不对？既然要哦让你什么让你快乐让你轻松，就直接让你什么赚钱就对了嘛，对不？只叫你探几个地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恭喜你哦，探长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、哦、探长每次好，公开让大家索取资料，大家都很支持，有打电话进来索取。好，那探长的股票会帮我讲话，对不？我不用讲太多，对不？桃李不言，下至诚惜。唔知买者，真简单。探长感谢你的支持。啊，尤其一寡哦，旧的会员朋友，哦，你这已经快三年时间没看到探长了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叙叙旧，是不是可以成为会员？无所谓啦，那个都不重要了，哦。那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是探长希望你也让探到钱，刚才看这边有探到钱，对不？是不是后面还有什么？还有机会赚大钱 ？Of course， 对不？探长希望呢，哦，新会员也好，旧会员也好，你都可以什么赚到钱。那以往三年前曾经参加过探长会员的朋友，探长张开双手欢迎你回来叙叙旧，打开那，就什么，就交换一下这三年来的一个心情。哦，探长这三年身体不够好。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什么，
怎么是保养你的健康啦、啊？哦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啦。股票呢，真简单，股票靠探涨就好啊。佳姐你看到啊、哦，每逢佳姐倍思亲，对不？哦，利用广告中的时间，拨电话拨进来，欢迎各位回娘家，大叙叙旧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七千五万个我。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！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固德投顾蔡老师，纽约市大金融硕士，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。蔡老师提醒您：会赢才会赢，钱是卡，人能卡。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，带您判断资金潮流，著作标股密码，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，纵观点线面，帮您掌握成功契机。蔡老师强调，证据到哪就标到哪，带您掌握证据，慎选时机。速拨02-2579-1155，空一一五七九一一五五。女同学，你有认真照顾你的头皮吗？萌发566洗发精，天然氨基酸系，不刺激，对头皮很健康。还有蓝欧染液及金浆精华，帮你把发根够掉掉，头发丰厚就是耶呢。我被咖喱浪掉掉，是萌发566咖喱够掉掉。固德投顾蔡老师，纽约市大金融硕士，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。蔡老师提醒您：会赢才会赢，钱是卡，人能卡。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，带您判断资金潮流，著作标股密码，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，纵观点线面，帮您掌握成功契机。蔡老师强调，证据到哪就标到哪，带您掌握证据，慎选时机。速拨02-2579-1155，空一一五七九一一五五。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？泰式绿咖喱火锅呢？南洋绿咖喱虾呢？泰式料理轻松做，古胜绿咖喱新上市。阿古玛丽，固德投顾蔡老师，纽约市大金融硕士，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。蔡老师提醒您：会赢才会赢，钱是卡，人能卡。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，带您判断资金潮流，著作标股密码，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，纵观点线面，帮您掌握成功契机。蔡老师强调，证据到哪就标到哪。带您掌握证据，慎选时机。速拨02-2579-1155，空一一五七九一一五五。深海鱼油 POA EPA DHA AAA 健康尾鱼，深海魚オイルがいっぱい取れる POA AAA 健康尾鱼。老爷酱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来到节目现场，第一时间把握第一标股、哦、如果你在盘中有听探长的话，那、哦、盘中其实我们解完盘之后，其实都还有很多时间让你进场、哦、那因为投资朋友可能不知道要选哪些股票，所以探长呢，好人做到底，对不对？中秋节之前给你的好礼有没有？南荣有没有很强？杨志呢也不错啦，对不？华城有没有创新高？对不？金城有没有创新高了？益阳有赚钱不？中华有赚钱不？对不？所以刚才赏你的那个啊啦，单楼啦，哦，单楼单楼好啊，都有钱赚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说探长啊，六支不知道要选哪支，探长在这帮你精选成什么两档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九月份没有赚到散装行业，没有赚到生技的，探长是不是告诉你十月的新主流复制台航跟承德的故事，对不？台航 BDI 值探长你这不用一起来讲，对不？ BDI 因为什么？中国大陆淘汰老船，淘汰什么？淘汰单壳的游轮，是不是？然后生技呢是什么？在类股里面个股轮来轮去，轮来轮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一只就安那，你若唔知要进股票，趁人惊你啊！若唔知要安怎进，一只安那三米数两支，
感恩啊，真的没落亏啦，感谢所有市场人共襄盛举，对不对？佳节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佳节啊，不是啦，是啦，加快你的捷报。哎，涨呢？涨给你公开的呢，对不？顶礼拜呢，有邀请你啊，那共襄盛举哦。趁人跟你讲过，咱不是要赚散花的钱，咱是要赚阿杜的钱。外资是什么？外资是大户，外资是大钱。你从那边随便捞了，就是什么？都是什么？都是很可观的数字。那你要知道外资在想什么？你要赚阿杜的钱，知己知彼，你要知道阿杜在想啥，对不？阿杜在想啥？伊在想啊，无问题嘛，所以黄金没有大涨嘛。阿杜在想啥？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美国公债都没有大跌嘛。所以探长为什么跟你讲这么多？从大处着眼，再跟你从讲到小处着手，大方向拿望远镜跟你看得一清二楚，对不？连央行总裁都爱收听，干不拿？哦，彭总裁干不拿？对不？央行总裁是不是认同探长的话？不买美债要买什么啦？对不？探长提这张给你看不？对不对？探长花很多时间跟你讲美债券，债券三十年期的 duration 比较长， duration 就是存续期间它的敏感度比较高。你听不懂，探长跟你解释说，存续期间就是你借人钱三十年，跟借人钱十年，还是借人钱一年，当然是借人家三十年的，你会比较什么？比较害怕。你借人家钱很久，你就会比较害怕那三十年会出什么事情，所以夜长梦多，对不？所以呢，它就敏感度会比较高，所以你要看敏感度高的，它的什么，它蛛丝马迹就会特别明显。这个矿探长就嗯，探了几年，二的干夫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探长这几年来，哦，持续进修，持续累积的，哦，如果我才是每天在跟你讲那个 K 线啊，每天在跟你讲那个均线啊，哎 ，low M 啊啦，这一波的大盘，这一波大盘很多人就是因为 K 线误判。很多人就是均线误判，然后什么行情误判，因为 K 线不是它不好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它只是一天的四个行情，一天的四个价位、四个点位组成起来的。探长在网络上的这个节目盘后解盘讲得很清楚 ，K 线不是不好，而是你没有学通，而是很多人把它误用，很多人把它误用，看了啥？看了黑 K 棒的啊，那涨股票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大盘呢？这跟黑 K 棒，很多人把股票砍掉了。接着今天就看到创新高来到8342了，对不对？故事是不是一样子？你看1720的，哎，这个升达，因为马王之争，是不是连续黑 K 棒，对不？然后你把它砍掉之后冲上去，对不对？4123的承德嘛，赶快的购书啊，对不？黑 K 棒连续三黑，对不？你把它砍掉之后就冲上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对不？那你看好这个4109的佳捷，是不是也是黑 K 棒？对不？但探长等到是直接拉回，已经跟你讲啦，要布局十月的新主流，是不是呢？那很多人好奇说啊，探长啊，另外一支是啥物？我公开好啊，吼，因为大家都有好奇心，我满足你的好奇心。来，这边除了台行复制台行跟承德故事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？佳捷跟另外一档1521的大益，哦。探长不想要在节目上影响行情，但是呢，探长不需要影响行情，自然会有人帮我们拉抬行情，对不？唔免讲伤济，对不？探长穿这些物件是要来要证据给你看咧。以往有跟过探长操作的旧会员都很清楚，三年以前我对探长这个半空，2008那一波有放空的都很清楚，探长会做空；2009那时候做多的，来嘛，他是中华裔，对不对？所以探长也没有常吃，该要涨的，我直接什么就告诉你，对不对？请你来拿资料，那感谢，好，感谢外资的支持，感谢会员朋友的支持，感谢台湾股市的收听，佳节不落亏，对吧？那这个呢，大益呢？哎呦，大益还好，没有漏气，对吧？是不是拉回黑 K 棒你有买啊？那我给你恭喜。对不？时间可不可以倒流回到黑 K 棒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探长希望回到18岁，哦，泰山的 take it，
对吧？所以很可惜啦，我只能跟你很可惜。当你经历过人生的一些坎坎坷坷哦，走从这个鬼门关前走一回，你就很清楚，你应该心存感恩呐、啊。哦，所以探长非常感谢台北行情的支持，探长非常之感谢，连这个彭总裁都认同探长在讲这个美债。哦，你可能一时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探长会陆陆续续跟你补充。探长非常感谢所有的新会员的支持。探长非常感谢哦，做这个旧的会员朋友都来给探长收听，哦，甚至有会员朋友哦，股票已经上市啊，哦，真的会替他非常感谢，替他非常的高兴啦、啊，哎，很感谢这位杨董哦。这股票本身股票公司已经上市上贵啊吼，佮听探长话咧做分析啦。那、啊、因为探长不是只看台北股市，因为探长只是看什么？除了看台北股市之外，还看什么国际局势？哦，所以你还没跟上的，把握住，哦，探长给你的机会，把握住台北股市给你的机会，心怀感恩之心，保持谦卑，哦，我们就什么，两两坦顺顺走的喝啊，对不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。探长张开双手，欢迎所有的新会员旧朋友回娘家叙叙旧。好，今天时间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这是我以前的我，这是我现在的我。蒙法让我年轻很多。蒙法生法液含5%minoxidil，活化毛囊，促进生法，减缓落发。蒙法是我生法的好办法。蒙法生法液，你可以试试。吃宵夜让你有罪恶感吗？走啦，我们去吃宵夜。吃宵夜会有罪恶感呢？放心，有秘密武器，商战茶王，我们的救世主，随时消灭罪恶感。这下有救了，油腻甜腻双杀，双剑茶王。I can。固德投顾蔡老师，纽约市大金融硕士，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。蔡老师提醒您：会赢才会赢，钱是卡，人能卡。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，带您判断资金潮流，著作标股密码，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，纵观点线面，帮您掌握成功契机。蔡老师强调，证据到哪就标到哪，带您掌握证据，慎选时机。速拨02-2579-1155，控一一五七九一一五五。Relax in your ecosystem。无水、免电、抑菌、抑臭，凯撒 Water Free 绿能科技无水变斗，凯撒卫浴。固德投顾蔡老师，纽约市大金融硕士，十年股汇债投资经历。蔡老师提醒您：会赢才会赢，钱是卡，人能卡。蔡老师擅长总体经济，带您判断资金潮流，著作标股密码，教您主力操盘四部曲，纵观点线面，帮您掌握成功契机。蔡老师强调，证据到哪就标到哪，带您掌握证据。